Hello， 大家好，我是爵。那么咱们今天这期视频继续给大家带来一期梅梅丽丝小姐的冒险那个游戏实况啊，咱们直接开始游戏。OK， 咱们现在的话，上期咱们接了一个支线任务，但是他说是在右边的一个房子里面，那我也不知道在哪，不知道在哪的话，咱们直接走吧。这期继续去打这个魔塔。哎，这什么弯曲这个地牢的等级，咱们现在看能不能直接传送啊。啊，不行，不能直接回乌格塔村，这个必须得重走一遍。我操，这么麻烦的吗？我还以为它可以直接传送的，不过应该可以直接过去，这边也不是很远。不对，在这下面，刚刚也手残了，直接那个过去了。咱们直接下去，现在这边的话，咱们继续来探一下这边有没有什么宝箱可以拿。有一个宝箱，拿到药水。我看这个小史莱姆，我打起来怎么样？哦，不是史莱姆，哎，等等，我点错了，什么高跟鞋啊？我他妈怎么用？我现在把 MP 给用掉了，我真服了。我刚刚应该好好看的。他得到了个什么东西啊？得到了个花瓣，可以拿来卖掉。再看一下。鱼叉的精灵，这是啥？哎呦，我操，这100多的伤害，好吧，这伤害不高，但是我感觉我打他，他打我伤害也不低。我以为我现在应该比之前强了呢。这边上面可以上去，先不上去。这边看右边是什么？哎呦，差点撞他脸上了。哎，这边也能过去。总有一条路应该是对的，有一条路是错的。巫师的帽子，这啥？磨损的字，魔王长眠于此。这是什么？魔王墓吗？魔王真的存在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魔族的国王，因为他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被勇者杀死、封印之类的。啊，是有这样的坟墓啊，好可怕！就算是魔王也无法战胜我勇者。梅梅丽丝，我相信梅梅丽丝也会做到，就算是魔王也能达到。不过这次冒险和这次的冒险应该没有关系吧？是时候该继续前进了。等一下，我这个麦克风不知道声音效果怎么样，我先稍微离远一点，防止声音录太大了，录太大都很吵。这谁？我是旅行商人，漫画杂志哦。恶心的厕所，这个翻译。右边是没东西，就一些吐槽的东西。这边有个宝箱，哎，有个宝箱，咱们直接拿了，然后直接论掉。他妈的，之前在被 B 站那个给封视频，我是真服了。就关键，我感觉 B 站他怎么说呢，就是纯报复，他不是那个什么，他们封我视频是没有依据的。他说什么？他说我视频里面还有各种什么不良的推广信息、二维码什么的，但其实并没有啊。我早期做的视频也都不是黄油，早期做的那些都是比如说东方的那些正常的游戏啊的。结果他给我封了，大概率是报复我吧。算了，我也不想跟那种傻逼网站计较了。我的天哪，有什么东西被吸进去？怪物挡住了路，看起来真的很不错，连一点可爱的东西都没有，这家伙。我有点生气，你这个混蛋。哎呦我操！手机回旋镖，哦，全体敌人啊，神盾局。我们先给梅梅丽丝回个血，200多。哇，这伤害！我操，300的伤害，咱们直接打手机，然后继续来个给自己回个血，防止自己挂掉了。我去，这伤害绝了！继续打手机，神盾局。哎呦，他打梅丽丝伤害不是很高，沉重打击试一下，给梅丽丝回个血。我操，要给我送走了都，还不死啊！
完，要凉了，要凉了。哦，死了。OK， 得到了个史莱姆的碎片和花瓣，等级提升到11级。怪物逃到森林深处。这什么？再战一次，即便在……哦，这个还是那个东西啊。咱们先存个档。咱们这边的话就先不下去了，先回去吧。咱们先休息一下，先回个血先。先回血，然后那个，然后他之前说的那个支线任务是在哪做的呀？我都不知道。他不是说东边有个房子吗？啊，不对，是那个垃圾场吗？但是，啊，是这个吗？哎，这不是你这些小鬼来该来的地方。我也想赶紧回去，但是你能把之前偷的魔法书还我吗？啊，你这什么态度？我真没办法，我要烧死你！流氓，我擦，我擦，你是不是有点那个什么？OK， 妈的，跟我打，可恶，给我嫉妒，哼，杂鱼，应该是杂鱼吧，但这里翻译成小鱼。好吧，之前来这边他是进不去的，进了，现在可以进去了。我错，这啥？什么流氓？上面像是炒饭，不是炒饭，但是像，哦，炒饭一样的米饭，这个比喻是什么啊？垃圾，但是没有垃圾桶啊，怎么的？你要睡在这张床上吗？哎，可是这边没有那个东西啊。那个偷来的书在哪？我先回个血先。哎，这个怎么不能？这个哦，可以可以。回个血先，我打一下这个小姑娘，找我有事吗？不用了，我没什么事，找大叔。哦，只是想把你们偷来的魔法书还我。魔法书，对了，在小喽啰的货里面还有这种东西，把它还给我。把偷来东西免费还给你，谁这么做啊？如果你愿意用你，哦，那就可以。那是。这个大叔到底怎么回事？只有一个人可以性骚扰蒂娜，只有我一个人。不要再说话，我要把你打得屁滚尿流，然后把你扔到工会里去。我操，你这逼东西，我以为是大 boss 呢。我操，这伤害！咱们先回个血。OK， 死。啊，我竟然输了啊！淘宝又是胜利。淘宝的 ，OK， 但是被偷走的魔法书还在，我这样暂时解决了吧。拿到了被偷走的魔法书，哎，这样就可以拿到钱了。行吧，咱们现在可以去那个什么，可以去还一下魔法书。然后在，应该在这下面，是这个吗？啊，不是这个。被偷走的魔法书，那个委托的那个人在哪来着？不是这个，肯定不是武器屋。这个吗？啊，也不是这个呀。哦，是在这个酒馆，是在酒馆。我想起来了，我擦，是在酒馆，在这。魔法书拿回来了。哎，真的让我很惊讶，你能把它找回来。我不会输的。啊，是的。被丑丑的魔法书给他了，这就是我的魔法书啊！好了，现在这些东西又回到你的手中，说好的那个东西你什么时候能给呢？这真的能帮我拿回来？我没钱啊，这个给你，饶了我吧。兔耳环啊，这不是钱吗？这不是钱啊！等等，不是很好吗？金钱的目的是不纯洁啊！我要100万亿，什么翻译啊？我操 ！OK。我记得除了魔法书还有一个任务，但是那个垃圾桶要扔在哪里啊？它毕竟有个垃圾嘛。
OK，咱们现在刚刚回了个血，那目前不会还要继续打吧？这么麻烦的吗？哎，可是这样的话，咱们没有那个呀。这还是做东西，继续帮会怎么样？就只是赚钱而已吗？我现在有2万多。我看能不能升级一下什么装备吧。OK，那这边还有能买什么？厕所，好吧。好像目前这边初始的就只是出到这些东西，我还可以出售。才600块，半价。垃圾，行吧，垃圾目前还不能丢掉。那这边能买吃的，我看这个吃的都有什么用？HP，1000的 HP，然后咖啡的话，其实感觉不是很值。它可以回1000 HP 的话，那目前我现在就是对200、250，全体异常状态。我们可以来5个，来5个吧。然后蘑菇饼干的话，买5个试试。麦芽菜可以回体力。喝多了要上厕所，好吧。牛排可以回1000，但是不会那个。OK，能不能买那个呀？这个道具里面有没有什么回蓝？哦，有。药水是回500 HP 是吧？哎，那为什么我要买吃的呀？他这个不是才回，你看他这个不是才回1000连，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个这个吃的这里面，吃的这里面这个咖啡才回复，才他妈回复400 HP，那他妈药水的话，药水还回复的更多，看到没有？能回500，好吧，这个来可以来多一点，来20瓶，这个魔法水的话，MP 可以来点，不怕的呢。药水的话也来20瓶，我觉得也够了。哦，只要一点体力就可以。哦，这个可以。什么？这个是什么？只要一点体力就可以从无法战斗中复活。单独复活友军。哦。来10个，防止到时候没钱了，防止到时候没法上厕所。行吧，那这样的话，咱们再去看打一下那个地下的那个。哦，这个是传送点，我靠，这个东西，我去，我服了，它这个是传送点啊！我就说应该不至于让我们每次都重跑一趟吧？哎，我真傻逼了，好吧。那这边的话就先不打，有要打的话我自己打。反正再打一个 boss，差不多这期就可以结束了。又得到了个野马牛排，啊，这翻译真是服了，能玩就差不多就得了。哎，没东西，那我去右边看一下。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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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有个宝箱。哎呦，什么东西？好吧，应该是药水。我去，咱们直接来个。秒了！哇，全更鞋！我靠，这什么鬼东西？这么厉害！我们去右下应该是有东西的，好吧，这个过不去。我去，这下面，这应该有东西吧？不可能这么远都没东西。
啊，有个宝箱，棒球头盔，哎，我擦嘞，我都不需要买了，哎，看到没，我他妈还买了，我真傻逼了，好吧，这么麻烦的吗？这个应该是，哎呦，等一下，看右看左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好吧，左边下不去，那应该这里的话，我看左边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呢？哎，左边应该是到头了吧？这边就看着好看，但也过不去啊。哎，不对，这边有个藤蔓，是不是能爬呀？哎，可以爬，果然是可以爬的。哎，我操，我还以为是不能爬的。牧师长袍，哎呀，我操啦！他给我这么多东西，可是我都买过了呀。啊，真的，我去，好吧，等级又升了。我们直接过去。哎，这个藤蔓是不能爬，这个也不能爬。有一些是纯装饰摆设，咱们就直接这边看。哇，真感觉又要打 BOSS 了。这个看能不能上去，不能上去。这么远的吗？我还以为这很快又要到下一层呢。达到了，又达到了中药。先把左边探一下，看有没有东西。左边没东西，哎，我擦！这个又是个哥布林，钢石到底是个啥东西呀？哦，可以高价拿去卖掉。哦，为什么不能把垃圾拿去卖掉呢？不是垃圾回收站吗？然后咱们现在的话是可以，我们是从这边出进来的是吧？那进来的话，那咱们去右边。哎，我操，傻逼了！还有一个宝箱，又是钢石。哎，我操！行，咱们先抽点。来吧！哎呦，他应该说的是你来吧，臭小鬼。啊，你来了，臭小鬼，谁来着？半兽人在第一层被打倒了。啊，这么说来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肮脏的半兽人痛苦不堪。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是想要复仇吗？只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攻击是无法做到，是战胜不了我们的。的确，我当时只能进行简单攻击，但现在不是。哦，小母猪为达到你哦怀孕而努力学习魔法。这么说来，你说话方式也太生硬了，而且。当时说话方式太正，但你现在越来越流利了，反正是能流利说话的，没法，但你的魔法没什么大不了，你只是个半兽人，让我看到你痛苦之前，先夹紧尾巴，赶紧逃走吧。学习让我成长了很多，试试这个力量吧。地牢的宝藏就在这后面，想要的话就打倒我吧。受过良好教育的半兽人，那我直接，我操，这伤害！咱们直接来个就是全跟鞋哦，高跟鞋。哎呦，伤害不高哎，没事，他这次伤害也不高，这还不如上次伤害高呢。好，死了，1500的经验，然后拿到3000。啊，我又没赢，但我不会放弃的，小鬼，我一定会让你怀孕的，梅丽斯。啊，最近你的那个啊，不是到了吗？好吵啊！啊，我开玩笑的，我们继续吧。地下城宝藏好像就在前面。哇，宝贝，不要等我。OK。我去，这个怎么感觉有点那个什么呢？有点是埋伏的意思，就是。宝箱里的东西是空的，哎，宝箱里空空如也，真的什么都没有啊！他说地牢明明有宝藏，明明是在说假的，开什么玩笑？让我们回到村里去工会商量一下吧。我们回去的时候可以用叶子瞬间回到村里的，好吧？哎呀，你地牢里根本没有什么宝藏啊，什么意思啊？
啊，怎么回事？梅丽丝，冷静一点，你现在是女主不该有的表情。蒂娜小姐，你能解释一下吗？是的。所以，我明白了，地下城的宝藏是空的，好奇怪啊！有消息说我们带回地下城宝藏，不过通过非法入侵，不过通过啊，不是不通过工会非法入侵的盗贼或者个人先拿走宝藏，或者从一开始是空的。哎呀，地下城没有宝藏，那我的债务怎么办？那为什么不去另一个岛呢？除了这座岛之外，还有其他地牢，我相信还有其他未被发现的宝藏。什么？这是真的吗？特别许可可以移动到其他岛屿的魔法阵，我放你出去好吗？魔法阵就在地牢入口旁边，所以太好了，梅丽丝。不，等等，比如说你清除了地下城却没有奖励，这是不能原谅的呀！我要投诉你。没办法呀，这好像也犯了一个错误，很特别。我得到了10个女神的魔石。你的盗窃成功了。哎呀，好吧，既然决定了，马上出发。目标是下一座岛的宝物。哦，是在这个地方吧？然后这边可以去另一个岛。在哪？这是家吗？不对，不是家。行吧，那么咱们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喽，拜拜。